和尚三拜，一佛一拜。大家请坐吧，听说是陵园过来哈，啊，陵园过来，啊，那个有一些问题要问，我想这么样，你们提问题，我给解答，这样好不好？啊，好，那你们就开始提问题吧，放掌吧，啊，手放一下。你们有什么修学上的问题啊？你可以提出来。请问是什么山药怎么称呼啊？啊，寺庙写的。嗯。是吧？请问，如果在家看经书看多了，问号多是什么状况呢？是不是太愚痴了，还是太钻牛角？嗯，坐下说，哎，啊，这是看书多，疑问比较多。对，看经书多，嗯，啊，刚开始看经书呢，必然一种现象，因为有很多和我们理解的和我们知道的都不一样，他必然要有疑惑，啊，疑惑呢，也就是探讨，啊，也就是探讨，这是很正常的。嗯，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哎，这是可以的。但是呢，时间长了呢，就不要老怀疑了，哎，慢慢就增加信心了，哎，这就好。师傅，我问一个问题。哎，你说。三界啊，这些本身就是六道里轮回里，就指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欲界，啊，这个欲界，等到还有这个天上啊，有这个色界，在我们再高一下色界，再就是无色界，一般就是超过这个三界呢，就指的是脱离六道轮回的一种表示。因为这三界都是众生界，等到五行呢，就是金木水火土啊，这一般的称为五行。这个说法呢，一般的在佛教里很少，啊，很少。就是换句话说，从佛教的理解，就是不受任何物质世界的影响了。因为金木水火土都属于物质世界一种表现，一种表法。它不属于这种色欲所影响，所以说这就是也就是远离了这个颠倒妄想，是指这个说的。能听明白吗？大家谁有问题可以提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的，现在修佛的人有很多人，我看见他求神通，就是求神通，他跟那个佛修行，他是两码事还是一码事？求神通他能不能成就？这个神通啊，在佛呢是有五眼六通，外道呢有这个五通。他没有这个欲尽通，啊，这个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通达，就是说我们本来啊，这个众生呢，就是啊未来的佛，也就是说我们自性是圆满的，啊，是不增不减，啊，而是本来具足的。但为什么我们成为众生呢？就因为我们有了颠倒妄想，啊，颠倒妄想越多，我们越不自在，啊，被这个颠倒妄想所控制了，
这个颠倒妄想就包括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受到限制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种虚幻的妄想而至。等到修行佛法呢，就是为了去掉这颠倒妄想，去掉颠倒妄想，也就是远离了我们的妄想所束缚。有的去的比较好一点，定力大一点，它就会出现了一种超出就是凡夫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比如说不受物质的控制，有的能进海，有的能上天，有的能陆地，等等，还有一些变化，我们称为这种现象就为神通。神通换句话说是每个人都具足的，只不过是一种在这个在修行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而已，但它并不能说明就是说在修行佛法就是已经是究竟的目的，但是有神通必然能说明我们有所修行，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也有一种歪道就是说以佛的有六种神通而这个名义吧，而来欺骗信众啊，说我已经练出什么神通了，我能看见什么，有时候往往就虚妄的追求啊，最后而有时候是没有的啊，而且就为了达到自己的名义和利益，有时候就开始撒谎了，说我能看到什么，我知道什么，这和修行所证得的神通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警惕的。还有一种外道专门是修神通的他并不想了脱生死，就想呢获得一点神通以为获得神通他就有了自由或者能了脱生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神通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现象而已，它并非是究竟的目的。所以说我们修行人应该对神通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既不否认神通的在修行中的一种作用和他所证得的一定地位这也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执着于神通而以神通为修行目的，这也是不正确的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两种现象，有的人就极力反对神通这也不是正确的看法因为神通必然是修行过程中一种反应，他不修行是不会有神通所以说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另外呢还有一种拼命的追求神通他已经离开了了脱生死的根本目的，而是往往追求了一种现象，就像打扫灰尘，他不去打扫灰尘，而是追求了这个灰尘所起的变化这个是不正确的这个两个都应该远离刚才我讲了，就是说特别注意的是第三种就是以假神通冒充真神通而欺骗信众，骗取钱财，这个是应该特别警惕的这是一个。还有的个别的就是说信佛没有正见的人以自己的梦觉或者修行中稍有一点定力所产生的一点反应，竟认为自己有神通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楞严经讲在修行中有一些现象出现不能做圣解如果你做圣解就造群邪，如果不做圣解呢就是善境界所以在这方面应该特别加强要注意
大家可以提问题啊，可能头一次来，有的可能不太好意思，坐着说就可以了。哎，好的，那么这个圆是定力还是什么业务？这个圆呢，也有定业，也有不定业。啊，圆呢，只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而已。因为我们心中所有的表现都是一种业力。因为因缘呢，它都是根据我们心里的起心动念所产生的相对的心外的一种反应。如果心内如果没有这种种子，外面不会生起这个缘。所以说缘呢，实际上还是自己的内心的反应。就比如说像六祖讲这个有一个典故嘛，就是风动和幡动的问题。他有的说是幡动啊，有的是风动，六祖说是淫则心动。如果这个世上只要存在这个幡的问题，它必然有风，它俩也是必生的俱生的。有幡它就有风，因为它俩都是妄想所造成的，必然造成两个现象，一个是幡啊，一个是风啊。实际上呢，有风它必然有动，有幡它也会产生风，也会产生动啊。所以最后六祖给讲啊，这两个都不是根本啊，是心动所产生的，因为幡和风都是心动所产生的。所以说因缘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强调了一种因缘，表面看是外在的，实际上还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变化。好，下面有个纸条啊，我看一下提的问题。我有以下问题，请你回答。第一个，关于社会上传播未来佛指证，关于挂大小号不去地狱，是不是正法？出家师父对居士称师父可不可以？这个我还真没有听说啊，就是未来佛指证的问题，佛从来不去参与世俗的事情。不会产生什么指证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社会的传播，我估计还是没有正义啊。关于挂大小号不去地狱，我看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啊，不是说你在哪挂了号了就不去地狱，是地狱去不去。也不是佛说了算，还是你自己造的业大小来决定的，也不是说你跟谁不跟谁的问题，所以说，他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以说我们对社会上，要特别加小心，因为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特别是外道特别多，外道特别多。佛在世时候有96种外道，如果我们现在的要看来，那可能不是96种，可能是上千种、上万种，或者上亿种外道，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应该特别加小心。不管是谁打着佛的旗号我们一定要以佛的经典戒律来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不能社会谁说什么我们都信，这个应该特别加小心。特别有的人呢，以佛的名义来传播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有时候破坏一些这个
社会的安定啊，啊等等啊，往往都以利来购啊。你比如说像这讲的不去地狱啊等等的事儿，这地狱去不去，这不是说靠关系的问题，关键是你造的业是不是那个业啊？如果是那个业，也不可能不去啊。你也不是那个业，谁也送不进去。下一个问题啊，出家的师父对居士称为师父可不可以？这个呢，我的看法最好是不要称，因为这个师父的词儿啊，本来是中国的语言啊，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往往在佛教里就用为对出家人这么称呼，所以逐渐就形成了专用名词了啊。如果对在家人再成为师父的话，就会乱了这个啊宾主啊啊主事不分了啊。可能对居士啊，一般的世俗上有哪个居士啊，你比如在皈依一些手艺学徒了啊，都叫张师父李师父，可能是从这个角度说啊。所以说出家师父有时候为了随俗，他也说对居士称为师父啊，但是还是应该避免的啊，特别到寺院啊。特别是到寺院来呢，应该加小心啊，因为在寺院里能称得起师父的啊，也就是称为老师的，也就是出家人啊，居士是不能称为的啊。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称呼呢应该注意，如果在世俗上啊，你居士和居士称啊，但是呢如果称学佛人只能称为居士啊，不能称为师父啊，特别为佛事。嗯，出家人这么样称呼呢就有点乱了啊，我看不太好。第二个，癌症的因缘，得癌症怎样修行才能获得解脱？佛说呀，就是一切病苦啊，皆因杀生而得啊。癌症的因缘也是我们由于不正信啊和杀生的果报所得来的。这个因缘很多啊，往往在杀生这面特别重啊，特别重。过去啊，有的人呢，你比如说吃肉啊，虽然有时候他没有直接杀生啊，或者吃肉，他也会得癌症啊，得病苦，因为。中医的说法就是吃什么补什么，那在佛教呢是吃哪报哪啊，这也是有道理。你比如说有的人爱吃这个动物的腿上的肉，他就在腿上报啊，在腿上报。昨天是前天有个秦皇岛一个老居士啊，他说他腿疼，脚特别疼啊，脚底疼。我说你是不是你老爱吃众生的腿啊？啊，他说是。那个我老给孩子做这个那个猪腿什么的啊，就老给那个猪脚啊。所以说他的果报也在腿上啊，在腿上老有病啊，不是光杀生得病，就是包括吃肉他也一样得病啊。还有一个句子啊。他从小呢就是做小女孩的时候就喜欢把那个蚂蚱这个腿啊，这底下那部分腿啊给掰折啊，掰折。掰折了以后呢就看着腿这个蚂蚱呢痛苦在地上蹦啊，他就高兴了啊。这是他做小女孩时的现象，他今年已经60多岁了啊，突然就得病了。这个病就是腿就下不了地。啊，这下肢的腿啊，从膝盖往下特别疼痛，啊，特别疼痛，
而且呢，如果不治疗还好，越治疗越重啊。这会儿他突然想起了他小时候这个注目这个姻缘啊，就杀生的姻缘啊。最后他忏悔啊，后来慢慢渐渐好了啊。所以说我们知道一切病苦啊都是杀生和不正信所来，所以说我们得癌症以后啊，怎样修行才能获得解脱，主要的一个是要有正信，要正信啊，正确的信仰是很主要。因为正信呢，它就像阳刚之气，也叫啊，也叫正气啊。有了正气，有了正气啊，这个邪气呢，就会逐渐的排除啊。所以说，中医有那一句话。中医啊，有一句话，就是说，邪之所凑，其气必去，啊，就是说你得病啊，它怎么来呢？是因为你的正气不足啊，邪气这个兴盛啊，所以才会得病的，啊。中医还讲啊，正气内守，邪之何来？如果你有了正气，这个邪气就不可侵了。所以说我们首先得了病，首先要服正气。正气在哪啊？就在于我们正念啊，正念。所以说我们读佛经礼拜佛啊，特别是严持戒律啊，这就会使我们身体正气啊。还有放生啊，当我们放生的时候，这个慈悲心一起来，这个正气就出来了。正气一出来，里边的这个啊因缘就会改变，因缘就会改变。所以得病首先要服正气啊，真正的正气还在啊正念里，这是一个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得病以后啊，这个要对这个病苦啊要看开，要看空啊，要看空。不要执着这个病啊，因为这个病所生起产生了痛苦和恐惧啊，应该有正念啊，把它看空了以后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不为病苦啊所恐惧到啊，所那个啊所吓到。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得病苦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持戒修行，持戒修行这个很主要。过去我遇到一个他算一个中医吧，二老中医啊，他父亲是中医，他也学会号脉开药，也很好啊，也学佛。后有一天他就得到了这个胃穿孔啊，类似胃穿孔，疼痛啊非常重啊。当时到了医院进行减压治疗啊，就是不想吃饭了，就是腹部减压啊，胃肠减压，减压以后啊，这避免穿孔。当时他躺在病床，他就发愿啊，流着眼泪就发愿，他说我这回啊，这个我一定要吃素啊，求观世音菩萨一定保佑我，我好了我肯定吃素啊。后来他就这么发愿啊，当时我也在场。发愿以后啊，就没有手术，过了几天果然啊就好了，确实好了。他好了以后啊，可能吃了一段素啊，后来又找个理由又不吃素了啊。后来可能是听说又有第二次有病啊，我就不太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得病了以后要持戒修行啊，包括这个
啊，这个三规五戒，包括吃素，都是一种啊持戒修行，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三个方法，还有一种啊，就是说应该多放生啊。为什么多放生呢？因为我们往往我们造的业都是由于不慈悲而引起来的。如果我们兴起慈悲心啊，发起慈悲心啊，就会改变因果。因为你放生得生，你放别人生，你就得生。啊，你救别人，别人救你，啊，这是啊，这个是属于啊很有道理的啊，佛所称赞的，所以有放生啊，能改变啊很多的一个啊病苦啊。过去有一个还不完全是居士吧。一个信佛人啊，他得了一种癌症，癌症以后啊很上火，后来告诉他啊，连续放生放20天啊，放20天，你在20天别天天放，后他就天天放，每天放生量非常大，都得放几千块钱啊，得放生啊，最后放了可能将近1个月左右吧。在这个沈阳检查的时候，确实是癌症。后来到北京，经过7个大夫诊断，不是癌症，啊，不是癌症，啊，这已经过去了能有7年了，啊，7年。头一段时间听说病又不太好，我说你这一段，是不是放松了啊？他也没法回答，只是笑一笑，因为他也不太注重修行，以为病一下好了啊，就放松这些东西啊，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放生救护了那么多众生，这个因果是啊可以改变的啊，可以改变。另外他那时候也积极护持三宝啊，确实有这种力量啊。所以说呢，我们呢对这个病苦啊，应该知道它的因缘，知道它的方法啊，才能获得解脱的啊，才能获得解脱啊。还可以拜佛、礼佛、忏悔啊，这都是很好的啊，这些方法都不错啊。下一个问题，先修净土中念佛法门，后念咒语，那也念佛，是不是夹杂，能成就吗？这个他说的净土中啊，什么叫净土中呢？就是说佛教分成五大宗派，禅净密律教啊，禅净密律教啊，净土呢？我们现在说的净土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要的啊，念佛法门为主要啊，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法门啊。但是净土总是意思就是说心净国土净啊，取名并不是说念佛就是净土宗，是心净国土净。只要是我们心里清净了，哎，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啊，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目的了，是吧？所以说念佛法门啊，就是说他想呢，先念佛，先修念佛，后念咒，因为念咒和念佛是一样的。啊，本来是平等的啊，因为念咒是梵语，念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语言，它俩本来没有区别啊，因为念佛和念咒目的都是一个，因为它俩都是工具，都是让我们心里啊能够清净啊，
没有妄想，这就对了。所以说他俩不存在夹杂的问题，不存在夹杂问题。只要是你心里清净就不夹杂，如果你心里不清净，那就是杂。这个杂呀，并不是根据你学什么为杂，应该根据你心里这个妄想多少来决定杂和不杂。有的人认为我既然念佛了，任何法门都不应该修了，这种说法我看还不是全面的啊，因为念佛首先应该从戒定慧开始修啊，这个三无漏学，这是佛所定的，你必须持戒修行啊，首先得学戒啊，戒里其中就含有很多的咒，那你能说我学戒就夹杂吗？是吧？这个不能，你比如说，印光大师，这个他专门诵大悲咒，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他也不算夹杂，再讲，你比如说药师经，如果念药师佛或是念药师咒。便有八大菩萨，借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呢，既然是念药师经药师咒都能往西方，是吧？你说的是能杂吗？它也不是杂。那我们要是严格持戒，会不会往西方呢？他也会往生西方，念佛念戒念佛念死念生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都不是杂，关键是我们应该是以什么为杂呢？以心里妄想过多为杂，以贪着为杂只要是你正确的修行，都是完全可以的，完全可以。所以这个杂呀，我们应该正确看。有的人就是，我自己允许你念佛，有的人只要是念一点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学戒还有这个念咒他说都是杂了。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没有根据。他把这个念佛法门当成佛的净土了，那只是一种方法。我专门念佛我什么都不念，这作为你个人行为来讲是可以的你说你都不念你可以，那只能代表你个人行为，但是你不能代表净土你不能代表佛国，是吧？因为佛国并不考虑这个，说你念佛就能往生。你念别的都不允许往生，佛土没有这么的一说，没有这么一说，所以说我们这个呢，应该把这个应该纠正过来，否则的话，我们对其他修行方法而有了抵触，或是造一些口业，甚至诽谤佛法就不合适了，这是不应该。至于怎么修都随着自个儿的因缘，比如说我们念佛原先有一个师父这个他专门修净土，后来告诉他你诵大悲诵楞严咒他说我念佛呀老是念的不得力，说你先诵楞严咒，后来他就每天在念佛之前诵一遍楞严咒，诵一遍到三遍楞严咒以后他再念佛，他觉得这个念佛心特别好，而且呢能找到这个劲儿往哪使他觉得非常殊胜，后来这个方法介绍了很多的居士以后他们也这么做，效果也比较理想比较理想。这个呢就是根据自己修行的需要来决定的，
并不是根据这个啊哪个门派来决定的。那这样的话就远离了这个佛法啊，远离佛法。所以这个夹杂也确实误了很多人修行啊，这也不好，这种说法。当然我们也提倡这个就是专修啊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忘掉戒律啊，一定不要忘掉了五种要平等供养，要不我们心量就过载而造成了这个不适当的语言啊，会诽谤佛法的啊，就不合适了。这个能成就啊，就关键是什么叫成就啊？成就就是没有妄想，因为我们为什么成为众生，就是因为我们妄想过多才成为众生啊。这个成佛啊，指的是没有妄想，因为众生为什么成为众生，就因为妄想不断才成为众生。我们本来就具足佛性啊，一切都具足的啊，是因为妄想不断的增多变为众生，我们去掉妄想就成为佛啊。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成就就是去掉妄想，只要能去掉妄想的方法啊，只要是正确的啊，它就是成就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不管是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经也好，念律也好，都是根据自己具体的需要啊。只要是把妄想能控制住，或最后把妄想断掉啊，这样的话我们必然能成就啊。好，这个问题就答到这里。下面谁还有问题可以提啊？啊，你说了。你说重修和重包修，怎么来体会到那个偏离重包？就是这个重道是重道义啊，就是不偏不移啊，为重道义，并不是讲的是中解啊。有的往往把这个重道当成一种中解啊，中解。我也不上那边，我也不上这边，我在中间走，这叫中道，不是这个意思。中道就是不堕于啊这个有和无这两边，因为有无称为有啊是戏论，称为无也是戏论，因为佛法是远离戏论的啊，所以远离戏论。就成为重道。什么是重道呢？那就是说我们只要是没有妄想了，断掉妄想，不再起心动念，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本来就是具有佛性，这就为重道。这个具体修行的方法啊，首先要从戒定慧开始啊，首先从持戒开始啊，完了再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啊，这就是中道啊。离开这个，离开戒律作为基础，就会偏离中道。